江总裁，你今仔日一定要老实跟我讲，珊珊是不是就是外星文美宝？这是你叫我去调查外星文的相关资料。我就是收过无钱，才会目睭金金看伊个查某囝佮伊个红仔，安尼让灵帝一点仔反应。安尼唔对，外星文去控制。那是代志是我所想的安尼，绝对爱两个人背命。啊，孙爸搞掉来芭比 Q， 你若果唔来救我，我就甲你夹夹。姐妹，你妈早去帮死啊！你才死啊！你妈死！你敢？爸，我今仔日就报你，你应该看我真欢喜哦，你会当离开啦。我对你的关怀，从来不是虚情假意，拜托你妈来对待我。你无必要对我这么好，我无法度回报你啦。我嘛不瞒你回报我。魏珊珊，这世界上哪有惨像你这样憨戆的糟人啊？这就是坏蛋啊！我今仔日手顶头啊，有烫着的伤痕啊，你嘛有着无？咱两个囝仔头到做伙，顶头有一个骨头痕啊。其实吼，咱以前吼是一对吼甜蜜的爱人呢。我呀，今日这条命都要交代伫遮。你家己吼无安分啦，走来遮找我麻烦，那就是自找死咯。妈，咱头摕出来麻药，想袂到用着。想要去看好景，想要吃 BBQ， 我带你去啊。